出来了，五斤腿儿，我要无敌了，朋友们，鞋子我也有了，全套正啊，两件盗版，两件正版。然后我刚才把正版的无尽剑给扔了，因为我这把剑带抢夺。这个盗版胸甲啊，留一个就行了，我们留个最好的，这俩好像都一样。盗版头盔存着。真版系列的装备只能靠合成了啊，因为无尽方块它是不可能开出真版的装备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就可以看一波合成表了啊。我们合成表里这无尽块就没什么用了，直接拿来合成就行了。奥利给，我还没合成完呢，他就又奥利给。哎，不对，没奥利给。咱把手上那点材料存到箱子里，然后拿出我们箱子里不能合成的东西先合，不是不能没有 EMC 值的东西先合成一波啊，这些神之力啊，还有这个水晶矩阵，矿石块就不用看了，矿石块是可以看，可以就对。我快疯了，兄弟们！看一下龙之装备啊。哎，什么随机装？蔡徐坤护腿儿啊，这收藏吧，很有收藏价值啊。也许我哪天凑个全套装备，有什么特效呢？对吧？啊，这都不好说，这东西可以留一下。正版的。强化的可以，我还没有强化的，存一个强化弓啊。盲猜一波，评论区有人要说这是鸡腿啊。然后钻石护腿，这几级神之力我看看，四级神之力，四级的话我就多合成一点，500来个栅栏铁。怎么这么眼熟啊，这个几级？8级，我有8级，8级300来个啊。黄金，那蘑菇汤看着好恶心啊，好大一碗蘑菇汤。哎，什么剑？裁决之刃，9攻击速度，这个剑应该不简单吧，你别看它攻击力低，没准有点什么奇怪的效果。果然这也是右键秒杀，它里边带你们看这个里边是什么，这把剑里边有什么，这是有命令方块，而且这么大，背包里看着不大啊，拿起来真帅呀。这裁决之剑攻击力只是一个摆设，右键直接清屏，这天道裁决就哗就裁了。又一把神器啊，因为咱们这是神器随机合成，所以这种神器是绝对不能错过的。我冰局是不是都没有啊？哦，这回有了，看一眼，冰局等于唱片。这月光蠕虫好像是右键可以射一个，他怎么不怕这个呀？哦，直接给融化了，我懂了，这也属于神器啊，暮色神器。对，这属于暮色里的神器。好，现在就不可交易的我已经合成完了，我们拿我们可交易的这些资源该试一试了啊，包括青金石、木板都一样，黄金刚才看过了。哦，木棍，我把木棍给忽略了，煤炭也可以合成，玻璃、绿宝石、钻石、土，还有红石、沙子，这个黄花、红花、甘蔗骨头，这个，哎我去了，这破烂真多呀。这里边应该带给配一个道具，兄弟们，就那种自动追踪神器合成，省着我一个一个点了，真烦人呐。这啥玩意儿？一级神之力，真不错，合个小1000个啊。看一级神之力，这什么东西？卖核弹的小女孩，那一天所有人都见到了她的太奶。我瞅瞅，什么好东西这是？火，真有劲儿啊！要不是我穿着全套无尽，我可能就没了。神器，收藏了，很有收藏价值啊！卖核弹的小女孩，这是童话故事啊，非常美好的童话故事。镐子、铲子，所有能跟它结合的，咱们都试一下。哎，
真版鞋，让我真合成到了啊，朋友们，又收藏一件真版系列，两件了，真版护腿，真版鞋，我这运气太好了，这刚几级，哐哐出神器，真给你爆率，爆率是真高啊，钻石，我好像看见真版头盔了，哦，锁链甲，有绿宝石的吗？没有，没拿铁是吧？那就木板吧，什么终极，19点，我去了个 DJ 来。一二三，好，36个，我们家应该只再换一点点啊，我们家应该只能换这点，咱们 EMC 值要彻底自由了，这跟那个终极的这区别都不大了啊，就是一个亿跟10个亿没什么区别，朋友们，这就够用了，这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，财富自由了，普通稿子，这应该都看过了吧，就木板没看了，看一下木板。不要了，回家，全卖上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掉下来了？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，记得点赞视频，关注一下叶枫这个小作者，不然下次你就刷不到啦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